是汗啊，是刚刚的油。这个不是我的汗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他又不在我这里抽，别在这里跟我说烦。小雅，我说这边眼睛它肿了，你知道吧？它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等一下，算了，回不去了。只出法拉利吗？没有啊，你三十个上上签之后，他可能出虎牙一号或者那个战舰。放松，完全的放松自己，感觉到我的手在你面前。吸气，呼气，对，一个一个的话就只出。相隔千里，我的手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就这样，问题不大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8月27号凌晨的1:09。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每一个
视线，开始一点一点的变得模糊，眼前的画面开始闪动，开始晃动，你会有一种晕车或者晕船的感觉。你的身体可能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了，好像要沉到床垫里，也可能越来越轻。闭上你的眼睛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安静地听着我的声音就好。做个好梦，希望你明天起来是更好的一天。希望你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希望你拥有的都是最好的。睡觉，晚安，闭上眼睛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早点睡觉。现在关一下房间的灯。